她是女主角背后默默守护的黑骑士，她拥有浅棕色瞳孔，撼动过无数少女心。她靠一头惊艳短发成为韩国时尚代名词，她是勇敢追爱的女军医。今天麦主播就为小伙伴们解读一下那些热播韩剧中秒杀主角的金牌配角。节目最后还有麦主播对金智媛的独家专访等你哦。金宇彬从反派小流氓到暖心黑骑士，鱼饼的春天也到来。有多少小伙伴和麦主播一样冲着李敏镐去看的继承者们却中了金宇彬的毒啊。哎，어린이들，哎，공공장소에서무슨추태야。话说于炳君从出道剧开始就承包了韩剧中的各种小混混，从白色圣诞节性格疯狂反派的高中生江美罗，到绅士的品格中的不良少年金东霞，再到学校2013中与李钟硕演对手戏的野蛮转校生朴星秀。麦主播只想问一句，无力于炳放下刘海这么萌，到底是哪点像流氓啦？잘먹었다，잘가라，이제보지말자，나지금너차는거야。都说一部成功的韩剧背后绝对是一部男二号的血泪史，继承者们中的黑骑士崔英道也是这样一个让观众心疼的存在。넌처음부터나한테여자였고지금도여자야，앞으로는내첫사랑이고。其实金宇彬早在出道前就已经是韩国各大时装秀的红牌，还是许多知名设计师的御用男模。如今的金宇彬独挑大梁的电影都收获超高的票房，也终于收获了自己的春天。与国民初恋秀智搭档主演的纯爱剧也即将中韩同步上映，据说还有赶超太阳的后裔的势头呢。宇彬 fighting， 从你放下刘海的那一刻，麦主播就看好你哦。徐康俊浅棕瞳孔撼动少女心，维他命魅力与朴宝剑齐名大师。都说韩剧中的女主由男主来守护，而男二由观众来守护。就在前一阵赚足了话题的热播剧《奶酪陷阱》中，饰演男二号白人号的徐康俊也自然成了不少小伙伴的心头号。자이렇게시험지를접어서아이들한테나눠주는거지풀으라고。자밥학생받으세요，옳지，시험잘봐요，굿잡。其实出道三年来，徐康俊虽然帅气的外表是大姐的抢手鲜肉，但日渐成熟的演技才是他人气爆发的关键。나내라씨네가족처럼싸우고원망하고그리고다시화해하고그렇게복닥복닥살고싶어요，사람사는것같아서。虽然一直以来都是配角出演，但国民年下男的称号当然也不是浪得虚名。无论是妈鹏儿还是冷都男，无力康俊熙都 hold 得稳稳的。拥有浅棕色瞳孔、白皙皮肤和一等身材的徐康俊，本来可以安静的做一个美男子，却想不到他还有一颗玩转综艺的心。不仅连续出演了两集的 Roommates， 收获了一票姐姐粉，徐康俊还在综艺中大展暖男魅力。받아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누가뭐해？나운동하고있었어。끝났어？얼른갈게，이상한소리하지말고。네，빨리오세요。因为同是九三赖的傻白甜，韩国网友们还将徐康俊与同样大师的朴宝剑一同称为维他命般的存在。高俊熙靠一头惊艳短发走出时尚人生，成堂主张翰点名女主角。想剪高俊熙的短发，想买高俊熙的衣服，想戴高俊熙的项链。在韩国，高俊熙三个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当红女演员的名字，而更像是一个时尚品牌的代名词。한겨울에도주걸에미니만입던애가갑자기웬긴바지그러게오늘은바지가좀땡기네야나간다해장꼭하고。在这部热播剧中，作为女二号的高俊熙却火成这个样子，全都因为她那一头惊艳抢镜的短发，还有剧中从礼服到休闲装，甚至连家居服都被奉为时尚的穿搭。如此好的时尚感，让高俊熙瞬间占据了韩国各大娱乐时尚的版面。早在我街中，高俊熙就凸显了超好的衣品。좀빈티지한걸좋아하니까좀빈티지스럽게조금해보고싶었어저런거해보고싶다진짜어때마음에들어전굉장히마음에들어워낙그래빈티지를또좋아하기때문에의도치않은귀여움이여기하나더들어갔어요원래나는되게좀아이렇게좀멋있는거였는데귀여움이들어갔네요나진짜마음에들어정말로어나진짜마음에들어
模特出身的高俊熙有着与生俱来的好身材和高颜值，自出演《我的至亲恶党》之后就走上了短发达人之路，直到他很漂亮中男友力 Max 的短发造型让高俊熙在中韩彻底空翻，就连首当制片人的堂主张翰都自曝与高俊熙一见钟情。话说夏天马上来了，这么多款高俊熙短发，你想剪哪一个呢？辛智媛，我不是傲娇公主，自曝和男星拍吻戏后怕被打。太阳的后裔不仅为小伙伴们贡献了送送 CP， 配一脸的九元夫妇的呼声也不断攀升到了新高度。내 밑으로도 다 눈 감는다 눈 감는다说起辛智媛，买主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继承者们》中的那个富家女。虽然在剧中她花样虐女主角，人设真的一点都不讨喜，但买主播竟然莫名的被智媛妹子的高冷气质吸引了。오늘처음말걸어봐얜사회배려자전형이라말섞을일없었거든일어나虽然出道已经6年了，金智媛也尝试拍摄了各种剧，但至今没有演过女主角。不过也正是因为通过不同的角色磨练了演技。看这体操动作是不是有点专业，这可是苦练下才会有的完美演绎呢。成为大师的金智媛不仅仅因为遇到了一部好戏，唱歌水平也是棒棒的。如此其美貌才华演技于一身的女子，在 MV 中合作过各路大势男星。看到这儿有多少迷妹坐不住了，也是因为这场与金在中的亲密吻戏，金智媛在之后的采访中还称很害怕被欧巴的粉丝打。看来生活中的金智媛也不是傲娇公主这一挂的呀，现在美美的金演员就差一部女主角的戏来证明大师的自己了。想和金智媛在上海来一次浪漫邂逅吗？如果给她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她还会放弃宋仲基吗？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本期买主播和金智媛近距离的独家专访哦，更多太阳后裔幕后的故事等你哦。腾讯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金智媛。지난번에친구들이랑함께방문을한적이있었는데그때도일정이너무짧아서상해를많이경험하지못하고갔었거든요그래서이번에오면서는조금더야경도즐기고상해를조금더볼수있는시간이었으면좋겠습니다하탈칸루 탈칸루좋아합니다볼거리가많고아무래도친구들이랑20대친구들이랑이것저것살것도많고카페도있고그래서좋아해요 근데이미윤명주라는역할을연기를하고서상사와함께그런멜로감정을나눴기때문에선택할기회가주어져도서상사를선택할것같습니다영광이었죠평소에도굉장히팬이었는데송혜교선배님의연기를가까이서배울수있는기회가되어서저한테는굉장히좋은경험이었습니다텅신한국연예채널이오픈되었습니다저의최근영상을보실수있는텅신영상을방문해주세요사랑합니다扫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欢迎大家爆料，被选中爆料者有机会获得精美小礼品哦。Oh my 思密达，俺娘。本节目由腾讯视频和科艺传媒联合出品。